兄弟，你儿子咋回事呀？哎呀，我提两桶水非让我背的，我背不动啊，提了两桶水。要不我的车借给你用一下？哎，兄弟，你的啥车啊？好，我们把车开过来，给你看一下。我们看一下。兄弟，我把我车开过来了啊。怎么样？这么小啊？我去，你不要看它小，但是它力气很大。来，把水放上去。直接放，没事的。坏了不让你赔啊，放心。我说的。来上。来，叫你儿子到前面蹲着啊，蹲在那里，蹲在那里哈。对。然后你现在坐在这两桶水上面啊。哎呀，我操！再把这坐打爆了不得。不会不会，我们现在来给油，走。哦哟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感觉怎么样？强行啊！非常哇塞哈！来，你把水桶里面的水换一下，来，你下来把水桶里面的水换一下给他们看。OK， 满满的一桶水啊！再来，继续来，再来。老铁，老铁，666啊！非常哇塞。